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姜师老的辣。那今天来讲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讯息啊，就是我们云野良啊接了好几十亿啊去买了一个什么重粒子的这个癌症啊这个治疗机。那这个治疗机啊在日本来讲已经很流行，流行很久了啦。那在今天啊正式把它引进到国内来。那当然它对治疗整个癌症啊比我们知道的那什么用化疗的啊，因为化疗是怎么样，好的细胞你买台西啊，坏细胞你买的台西嘛，所以说对人体的伤害啊会很大。那这个重粒子的这个治疗机来讲，就是它只会伤害到那个不好的细胞，好的地方细胞它不会伤害到，所以说怎么样，它有一些比较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疗效。但是因为台湾的无，你那是去日本吼，无钱的吼，你还治疗不起耶？为什么？它包括来回的机票，它包括在那边治疗的疗程，一加起来啊，可能要花到200万的台币。那你想看看现在年轻人那22K 是谁付得起啊？所以说把它引进到国内来啊，可以大幅度降低的这个医疗的费用。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生医的时代吧。因为我们人的这个寿命啊已经延长了，比之前哦，比如说20年前、30年前来讲啊，我们大概生命延长了10几20年，所以难免很多的疾病啊会变得比较多。它变得比较多的啥呢？你就是要靠药物来帮你嘛。所以我跟你讲说，这是一个生医的时代。台北的这个股市哦，跟全世界都一样，每次啊都会有一些股票来领风骚，像之前有这一些哦，这个网路股之后来有什么太阳能哦，嘿，那股票就起哦，都涨了10几20倍。那现在进入什么生医时代？所以说在生医时代里面，你买什么样的股票最容易赚到大钱呢、啊？现在其他的股票变成是什么串长啦、啊，串长啦、啊，就是讲啊，起一个起几数啦，起几啦，像太阳能可能啊涨个2成3成啊就下来的。那我们的生意股市一路上去，回档回很少，就一路上去，每次在创新高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大盘呐、啊，多盘啊，哇，这涨了10点，有没有？成交量768亿，跟我跟你讲的是不是都一样？那现在来讲，这些中实力、这中实户、这些主力大户，拢在做啥？拢在做生意股啊。大家都往这个在移动啊，所以你哪撸完，你越慢来啊，你就越慢难处理啊，你越慢介入，你就你的手中的股票，你还是去抱牢那些不会涨的，然后呢，苦守寒窑18年，探没丢钱的是探没丢钱。比如说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这个友达，你来看有涨一点点啦、啊，但是跟高档比起来呢，哇，线还是很难看。我们之前跟你讲的这个。百元，你给他看啊，这完全就不一样嘛！这涨11倍呢，这也是之前我们在这边跟管教兵做分享的。因为老说遐久啊，啊，我会最近的不来，那讲最近的好你听，因为讲太久，你没有那个观，你感受不到那个说哦，生意经脉是寡后都寡后了。来，我们来看，这个是2016年新春第一炮标股，我在12月20号。我的演讲会场送给大家的。为什么这一次我没有把股票写出来，没有写在荧幕上啊？因为我们讲这些股票要做这一个警语，就是新贵股票无涨跌幅，风险大，你可以承担风险的再介入，而且你要去签那个什么风险意向书，说哦，我知道说这个股票风险大了，别说你后面来让我灰了。那因为要写这个，我们在荧幕上就没有跟你写。那我们来看这一档代号6692的生华科，董事长是谁？吴定武，研究什么？小分子新药 CX5461，第一型 RNA 已经进入了第一期人体的试验。做生意族群这个是这样啊，观众们，这研究你如果都不会研究，我讲最简单的研究方式，你看是三米两邻居呢啦，你看他的头是谁啦？那国内现在来讲，堪称生技界的教父的，大概只有3个人啦，一个就是云野良，一个就是福建武，一个就是薛明志。云野良的
中裕大家都知道嘛，关键没列那款，就大家都知道嘛，浩鼎嘛 ，F 太湖嘛，这个也是新贵的，也是没有涨跌幅的哦。但我这一次在演讲里面特别跟大家讲升华科，因为想要一起胡定武，人咧讲的输人唔输丁，对不对？你第一的讲的输人唔输丁，所以说我们特别把这一档股票啊，把它写出来。我们写出来有没有涨？有去无？礼拜二涨了5.72%，看 K 线。礼拜一涨几%？礼拜一你给他看涨了20%，从200块涨到222，收盘是在221，几哇这涨了10%，两天时间几乎涨了20%。所以我跟大家讲说，你要做生意吼，你要真的要去了解，你不都完全不懂，你再去做这个股票，你是非常危险的啦。你没看到老师人家在讲那生意股票，咱就去他走，不是这样啊。我们邀请你来一起见证生意这个时代是怎么样，是你要有方法啊。你爱怎样讲哦？有很多股票来讲，为什么我们现在去讲一些新贵的股票？今天已经来到12月22号了，那么明年1月1号，观众朋友，我来讲哎，明年1月1号是什么样重要的日子？它当然是元旦，当然是我们的开国纪念日。想多爱重点的是，我们正所税从明年的1月1号正式汇出啊。那现在正所税来讲，对我们这些对大部分投资人的小户当然是没有影响嘛。它最大的影响在哪里？在新贵的。你现在买新贵的要课税要怎么样嘛？第二个就是大户嘛，大户的就说哦，我如果一年买卖超过10亿的话，要课的这个税，这个也取消了嘛。所以你要想看看哦，它有影响的，它的受益才会最大嘛。啊，怎么会受益最大？那当然是新贵的股票啊，特别是即将要上柜的哦。我们来看一下，像这个叫裕丰窗帘啊，这本来被这个私募资金哦买走的，你看它一天可以涨几%？成交量149，可以涨到多少？可以涨到215。你看呢、啊？从149可以涨到215。所以你不要看说我们跟你讲的这些股票，老师你讲的股票一支真正拢足好的啦，对不对？啊，我都唔敢买，而且我在这边还要再度重申哦。新贵的股票你没有演讲，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哦。它的买卖的挂单很重要，你若唔买的，你忙去走哦。但有时候有些唔买的，用市价去买，像那个中裕有成交到1块多的哎，各位应该有印象啦吼、哦。所以这一个一定要有专人跟你讲啊，你买这个股票要让它挂单，它的业绩在哪里，它的负责人在哪里，它的新药是什么。我们把它讲，不是说怎么样，因为现在未来的潮流就是在这里呀、啊。未来最会涨的族群就在这边，所以我们在这边跟大家去讲。所以每次去讲这些股票，我们都把警语跟观众朋友去讲了呀。另外想多讲多一点，那个挂单吼、哦、很重要。你如果说完全都不会做，你要和营业员交代一下，说哎、欸，我这边别一定要老挂。你不要像以前哦，为了我咧做股票都做上亏的卡起了，来讲啊市价都阿卖落，搞不好你买到1000块，保到10000块都有可能啊。关键问我讲啊，你听有无？所以说这个是它有它的风险，哎、欸，但是买这款股票去做后探钱啊，会赚钱的，我们一定不要放过。但是呢，风险我来带你避过。所以你买做这款股票，就如同我讲的，你如果自己都不会，不要自己进去买。好好的研究一下，用老师我的不会的时间行研究，我个研究我嘛是研究不了。加入我，让我带你来做，就这么简单。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在这边我们先进一段广告。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数位超 easy， 生活更 happy。 元旦、圣诞、美蛋
本节目12月31日结束，倒数计时，感谢观众继续支持。姜老师侯玉你们赞。2月14日前会费零负担，2月14日前会费零负担。现在参加一季最划算，十只标股侯玉轻松探桂林，请您立即拨打咨询专线02-2578-3777，2578-3777。亚洲投顾27年来一直秉持专业、用心、负责的态度，为您创造财富。市场的常胜军，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亚洲投顾。亚洲投顾，珍惜所托，真情照顾。咨询电话02-2578-3777，2578-3777。羊毛出在羊身上。会算啦，贪污啊，一体两面，那要爱幸福，咱就检举贿选，人人有责哦。很多坚持可能一下子看不到成果，我依然相信坚持清廉，未来会更好。爱幸福，检举贿选，人人有责。赖世宝是最认真、最专业、最了解国际趋势的立法委员。赖世宝委员在台北市听澳、花博或任何需要协助时，总是义不容辞，全力相挺。他是我们最重要的帮手，真是我们立法院很重要的资产。最优质的立委，赖世。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那今天有一个投资朋友啊，很好笑，就打电话来说：“老师，那个中裕哦，老师这不公平啦！你一讲，我昨天开始又把它拿出来放在我的标题里面，结果呢，给他的大气。这个股票金价哦，那个分析真的是很重要啦，你给他看哦，这个是在他上柜前11月22号。”在这边，我们上个月的演讲我们送出去的世界级的新药指标，我们跟你讲说什么躲老板就是一面梁，大家都知道的嘛。我们今天要把这个三个生这个所谓的生技的教父他的股票都跟大家讲清楚啊。来底下那个时候跟大家讲的压力在哪里，在这边你给他看哦，这个是11月23号开盘开146，然后一路涨一路涨，每天涨每天涨每天涨，偶尔休息一天继续涨继续涨继续涨，有没有？这里跟他讲最高拿带哪来到哪里，相关来到303块啊。观众朋友，我给你写的压力在这里啊，300块啊，要不要拍拍手随便你。然后呢，这边在回档整理的过程里面，我一直都没有跟你讲说什么时候可以买。昨天我跟你讲说，你要留意中裕了。今天它就是这么强，涨了多少？涨了16块啊！你一定记得我昨天跟你讲说，这个中裕一定是我们的指标，因为以前叫宇昌嘛。观众朋友，我讲到这就好啊，我不爱讲伤济啦。这接着下来会怎么走？接着下会怎么走？你跟着我做，你就会知道了。那这个是第二我要讲的生技，这个我们殷彦良的股票。接着下来我们来讲薛明志的股票，这个领先国际先决干细胞授权金估达16亿。宣的旗下的薛明志殷彦的宣长友了，他这里跟你怎么讲？你给他看啊，来。他跟你讲说根据英国的这个期刊的报告指出啊，全球干细胞治疗潜在的商机多少？800亿美金。800亿美金呢，以国际以美国制药业的产业来讲，授权金大概是2%到10%啦，我们用2%来算就好了，16亿美金。他的技术是什么样？领先国际有关，有没有？这个很不简单哦。我们不要自己小看自己哦，我们在新药在干细胞的东西可以领先国际3个月啊。
有够不简单的，但是这吼未上市你不要去买了，我不是要叫你买这一档股票，不是叫你要去买，我没叫你买，因为它未上市我们也不能讲，我们只是跟你讲说哦，它有这一个消息给大家知道一下。那既然有这个消息，你也想啊，老师啊，又不能买，要买什么？你可以去买它原始最大的股东嘛，是109的穆拉德。宣杰干细胞，它原来叫做大展生物科技啊，就是它。然后它给它并给这个宣杰之后，它的这一些股东留下来，所以它是最大的股东，对啊。你想看看潜在16亿啊，16亿你给它乘以33嘛，我们现在台币对哦这个美金大概33，它500多亿的台币耶，观众朋友你也感觉讲哇，这惊死人没？如果把它换算它的 EPS 大概是500块耶，那就卖上市贵公司对一间公司赚500块耶。所以你要去找说这个未来潜在的力量，哎、欸，它当然不是说马上发酵啊，新药的是它的梦嘛，梦有够大不？有些授权金啊，几千万美金啊，合折合台币1亿2亿，那股价都涨到100多块耶。这个叫做华德药啊，反正我不晓得他有没有把他的利多写出来啊，来。利多没有写出来，叫华德药，授权金多少？2亿台币，150几块。所以你要看这个事啊，老师啊，如果说要授权金500亿会多少？我不晓得，我没有去做这个预估，我只是说哦，宣杰是他的一个原始股东，那很不得了哦。另外来讲，我们看接着下来啊，我们的政策要做什么？来，这个是昨天的《经济日报》。他跟你讲说什么生物经济启动啊，拟聘外籍顾问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现在的行政院长，他跟你讲说什么呀？毛内阁任内拼生计的最后一弹啊，就是讲我现在要拼，就是拼小莫亚这类，就是要让只准成功不许哦怎么样，不许失败嘛？为什么？要留下一个漂亮的身影嘛？所以他要怎么样？锁定诺贝尔得奖得主的专家来做顾问啊，这是政府的政策哦，这个在《经济日报》写得清清楚楚哦，你也当去看。所以如果说现在有一家公司说哦啊，他已经跟这个诺贝尔的得主已经不是当他的顾问而已啊，已经是当合作的伙伴了、啊。管教明啊，这个公司不是我们最符合我们目前的政策吗？跟着政策，你就会赚大钱啊！对，基金还是4109的穆拉德啊。来，这个我把资料拿过来给大家看了。来，这个这，哎、欸，这个穆拉德就是这个穆拉德了，这公司是一样的哎、欸。他就是用一个国际诺贝尔得奖来当他公司的名字，为什么？跟他就是有合作的关系嘛。来，我们来看这边，这个是什么样？1998年诺贝尔医学奖的得主啊，我昨天讲错，我昨天口误成1997年啦、啊，其实是1998年才对。搁看这里、個，1998年诺贝尔医学哦生理哦生理医学奖的得主哎、欸，有没有？培里德穆拉德，对，就是穆拉德，有看到哈？那这个他的这个药在这边合作，这个我们就不讲了。老师，你讲有两个呢，来再看下去。来，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乔治斯穆特博士，他是什么的？我们来看这边，2006年诺贝尔物理奖的得主，获颁诺贝尔物理奖得主，2006年。他已经为这个叫做什么？已经为穆拉德已经在合作开发产品，就已经在卖了的观众朋友啊，不是请他来当顾问呢、欸，请他来当顾问，这个合作来讲，这什么？可能是2级、3级的合作，他是第1级，直接就是跟他合作哦，直接就是帮
整个穆拉德来讲，能不能来开发一些新产品哦？所以观众朋友，当你看到这个，说我们的内阁要拼他最后一个绩效，他是不是启动穆拉德他大幅度成长一个契机啊？你要去想，一间公司里面有两个诺贝尔，一个是1998年医学奖的得主，一个是2006年诺贝尔物理奖的得主，都为公司开发产品，而且这个产品才怎么样？才刚刚在发酵嘛。为什么说才刚刚在发酵？你来看观众朋友，你看到他11月份的业绩大幅度成长92%，创下你看看从这边看2年的新高嘛。他从来没有做到什么8700万嘛，代表这业绩都开始在发酵啊嘛。那如果说我们政策这样在奖励这一些，那谁最应该优先奖励啊？观众朋友，你有没有去想这个问题？哎，能有两个诺贝尔得奖的帮他设计产品，恭喜也咩的是诺贝尔奖的得主，还有他原始股东的这个宣杰干细胞，他的授权金高达16亿美元啊。老师买不到宣杰要怎么办啊？他买不到宣杰，你可以买他原始的股东啊。管教兵，你说我讲的对不对？这一些东西来讲，都不是我康水博记底下讲的哦，我都特别把它印下来，而且特别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穆拉德在大陆的宣传手册哦。我为什么可以拿到这个？观众朋友，你要去想，我为什么可以拿到？就代表我们这一家公司有研究，有实际去拜访过，不是拜访在台湾而已，连大陆我们去拜访过了。它的业绩即将要进入什么？即将要进入当初我们讲的那个百元的成长模式嘛？从5000多拿到8700，那如果下个月，如果12月跳到1亿，哇，老师，那不是跟去年4月的百元一模一样吗？所以观众朋友，你要把握这个契机啊！我觉得这一家的契机会比百元更好。为什么？他除了我们跟你讲说，哦，符合目前要批外籍顾问，这外籍顾问就是什么？是锁定诺贝尔得主的专家哦。南京麦来讲啊，如果一家公司说啊，大家把诺贝尔得主找过来，谁有办法？下面啊，我发抖，就穆拉德一起来都能呀。因为这是合作伙伴，那个不是只有顾问而已，这合作伙伴随时我们当请他来嘛，那么我叫他来啦，我们随时请他来很简单嘛。如果说我们在新药的这一个族群里面，那新药现在主流中的主流嘛，可以去找到一个梦想最大的这个啊，宣杰干细胞授权金16亿美金啊，而且还是用2%的权利金去算哦。如果用10%的权利金去算，多少是80亿美金啊？观众朋友，那真的是天文数字啊！你要不要跟这一些公司一起去成长？如果这个一进一步有成效出来，我看那个股价不晓得要涨到哪里，我们也不能去预估，也不能预估了。你可以自己去想。就我跟你讲说，像这一支，这给它播出来呀、啊，这都还没有业绩，都还赔钱的。只有跟他讲说，哦，这个授权金2亿台币啊，几千万，另外高给去卖寡子，他的股价是在159哎。那这一种有16亿美元的授权金，如果文教明友要不要跟我们一起来布局这样的股票？然后呢，我把这个诺贝尔得奖的，我特别把它找出来给观众朋友，你看就是安怎。代表说我们对这一些公司研究是怎么样，是非常踏实的。不是在这后面来的讲过，包括他所研，他跟他开发的产品是什么，也在这里都有啊。你给他看，来到这里，穆拉德，看到了没？包括斯穆特为他开发了一个什么产品，来，看到了哈。要不要跟这个公司一起成长？要不要再生医？我们怎么样跟着政策来？一定断碳多级嘛？因为政策，我们现在的政策就跟你讲，不是
毛奎讲而已哦，蔡英文也讲说生医未来怎么样，十年要增加五倍的产值，所以这个时候是你把握这一些股票，你如果认同我们研究股票是这么认真，实实在在跑到对岸去看，哎，哪个公司布局的怎么样？你如果觉得很放心，要跟我们未来的十年一起跟生意一起增长，你就要把握这个机会。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朱立伦，立委力挺罗明才。元旦、圣诞、美旦，本节目十二月三十一日结束，倒数计时，感谢观众继续支持。蒋老师侯运美旦，二月十四日前会费零负担，二月十四日前会费零负担。现在参加一季最划算，十个标股侯力轻松看贵您。请您立即拨打咨询专线02-2578-3777，2578-3777。亚洲投顾27年来一直秉持专业、用心、负责的态度，为您创造财富。市场的常胜军，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亚洲投顾，亚洲投顾，珍惜所托，真情照顾。咨询电话02-2578-3777，2578-3777。亚洲投顾，您财富的管理专家。咨询电话02-2578-3777，2578-3777。可以遮风避雨的车哦。龙兴专业银行贷款顾问02-6637-1353，龙兴。多得公倍啊！我已经找到合格业者，将我那块被污染土地整治好了。但是最近有一个神秘人要用高价租我的地，我该每当周一土地乱租给不明人数，真危险哦。有些人像业者会租土地来望住了灰瓦晦气物，所以土地除了不能乱租，地主还要常常巡逻出租的土地。那么会造成的污染，地主还可能被关，而且最多可以罚款300万呢。行政有条件保护署欢迎您。无怨无悔的付出，真想有个家。龙兴专业银行贷款顾问02-6637-1353，龙兴。森田药妆高纯度玻尿酸面膜。森田药妆，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让自己沉淀，享受这片刻的宁静。